Hello，欢迎来到 YQ，跟各位介绍一下入门使用者为什么很适合选择这台 TS230 作为敲门砖啊。第一，它的价格其实非常非常的漂亮，所以各位可以上网转一转比较一下啊。那第二呢，在这个同样的价格带上，TS230 就已经支援了智慧的这个照片分类跟智慧相簿功能喽。啊，第三个，TS230 已经支援了64张快照。也可以完整搭配各式 mobile app，做到手机照片的备份跟同步。那以上呢，就是为什么入门者很适合以这台 TS230 进入 NAS 的第一台机器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